我真的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喜欢小米粥。上一场我们上线之后直接给卖断货了，这场呢我提前给大家备了一部分的小米粥库存啊。我今天呢准备用小米粥跟我们的单颗珍珠还有我们的无核珍珠去做一下搭配，给大家看一下感觉吧。第一种呢就是单独配的一个小米粥，小米粥项链其实可以一年四季搭配哦。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其实你搭配高领毛衫戴出来也是特别有气质的啊。小米粥跟单颗珍珠的迭代，小米珍珠和无核珍珠迭代，这个单圈的珍珠项链我给大家选了几个不同米数的，这个是11米左右的，这款呢就看起来会比较隆重，稍微夸张一点点，适合微胖一点点的女生。然后我脖子里面这个是6米左右的，就戴上去刚刚好，从20多岁到五六十岁都可以佩戴，比较日常一点啊。就这样子，这个珠子的光泽感真的堪比五位数的天女。那我特别想给大家推荐一套项链，就是这个单颗的珍珠项链，还有这一对耳钉啊。这一套呢真的是陪伴了我将近4年的时间，并且我的出镜率非常高，10个视频里面有9个视频都是戴的这对耳钉啊。这套项链呢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入的，你日常或者工作都可以佩戴的。我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所有的项链呢，我们明天上午9点都会给大家安排，到时候一定要来。